小朋友好，今天呢教小朋友画蓝六间，是一种珊瑚瓷雕的一种。我们准备深蓝色和浅蓝色，好，我们先用浅蓝色来画它的线条。好，我们准备来画这线，我们来画。好，这是它的头和，然后它的尾巴，它的尾巴，然后呢？然后它的鳍，然后它的背鳍，这是它的尾鳍，它的拉丝很明显，然后它的腹鳍。它的腹鳍很长很长，然后它的胸鳍，然后它的嘴，它的眼睛。它为什么叫蓝六间呢？它因为它的身体有纵向的。好，我们来画了它的嘴的深蓝色的。为什么叫蓝六间？因为它身体有竖的深蓝色的六道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画，先把它的六道画出来。第一道。第二道，第三道，第四道，第五道，一二三四五，最后一道在这，六道。那我们先是涂颜色，我们先涂它深蓝色的部分。好了，蓝六间撒叶我们就画好了。我们这个如果有能蓝到这种程度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撒叶了啊。希望小朋友们在画到鱼松市场看看有没有这种鱼，如果有这种鱼呢，可以认识一下，问问啊水煮店的老板，它是撒叶呢还是曼巴。好了，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再见。